我们以前认为的一些绝症在今天好像突然就有了一些灵丹妙药。那么我们再往前看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这个话现在还对吗？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6.4岁，活不到70岁，你都没到平均数，你好意思说你是个中国人吗？所以从理论上讲，我们是技术上非常接近永生的第一代智人，非常非常有可能接近肉体永生啊。伦理的问题我们抛开去讲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也的确是历史上最为最为长寿的一个群体。林旭品 APP 等你下载。